Music Break 啊，其實 Music Break 因為我覺得是一個挺特別的音樂節目來的，始終它是深夜啦，咁嚟深夜聽歌，我覺得都是一個我自己會做開的 activity 啦。再加上今次我哋喺 Instagram 自己 Instagram 度開 live， 咁我以前未試過自己開 live 嘅，所以是一個對我嚟講好新，同埋係從來未試過咁樣去同 fans 去互動咯。咁我一開始仲覺得好古怪嘅，因為要望住個電話對住個電話喺度不停講嘢啦。到慢慢做多幾次，跟住開始我發覺啲 fans 其實係好 nice 嘅，同埋佢哋係真係好多互動嘅，好即時嘅。即係你問咗問題，即刻會真係喺個 messaging 嗰度答啦。咁跟住我就開始覺得，哦，其實都係另一種方式嘅傾偈咁樣咯。A little bit like video call， 但係見唔到對方個樣。咁會唔會因為做音樂節目咧，會聽翻多啲舊歌啊，揾翻多啲資料？其實咧，我聽得舊歌比較多啲，不嬲。我自己喜歡的 playlist 其實都是一些本來啦 especially 由小到大聽開都是一些偏向於舊，即 quote unquote 舊少少啦，即以前啲嘅。咁所以其實我今次 music break 反而聽多咗新歌。咁你自己咧？自己幾時有新歌？我自己幾時有新歌？其實一路籌備緊嘅，咁所以我哋大家 fingers crossed 好快有啦。